你話自下屬，你又話温習嘅？你話第一段考好差，第二段又要追翻嘅。温咩習啊？嗱，我諗過噶啦，以我第一段嘅成績咧，就劍橋已經冇可能噶啦。咁不過北大咧就有啲可能嘅。北大，你睇你張成績表，成張批春咁，做咩？新年喜慶啊？超又唔系得我一个，呢个个考试前都喺度打机噶啦。佢哋通宵温习，又话你知啊？你唔信啊？唔信，我骗你。好啊。同学，你圣诞做咗啲咩啊？过圣诞。校队练下波啊，温下习啊，喺屋企瞓下咯。学习啊，睇书。学习啊，咁你成绩系咪好好啊？过意得去啊！我自己觉得 OK。咁你对边科比较冇信心咧？科科冇咩信心啊！想打波打咯。同学你好啊！咁就嚟考试啦！咁你而家心情系点咧？我嘅心情好唔开心啊！呢段时间你有咩心情咧？好紧张啊！好紧张，点解咁紧张呢？因为有好多科目要温咯。嗯。跟住每一科都好多内容啊。同学，你成绩好好噶。麻麻啦。哦，学霸嚟嘅。唔算啦。喂，同学，就系考试咯，点解仲要打波嘅？唔惊炒咩？唔系好惊。点解唔惊嘅？咁系咪全部科咁劲先？唔系，因为会预先复习俾阿仙啊嘛。哦，今年要攞第几名啊？今年。今年啊？盡可能嘅話，咁就梗係要做到攞頭十名啦。但係我相信呢個會比較困難啦。夢想歸夢想，但係始終發夢都係妄想嘅喎。係啊。咁你諗住真係攞啲實力出嚟攞翻個頭十名先？盡力啦，呢啲嘢就。好嘅，好嘅，多謝曬同學。就算第一段幾差都好啦，就算將分子真係要紅到貼門口做揮春啦，但係都唔好埋怨同後悔啦。第二段盡自己的努力攞一個令自己滿意的成績，到時派卷的時候不要再後悔了。聽到沒有啊？你唔好理他，關機收工啊。仲落喎，咁就同你講咯，關機啊，不要加班費啊。他仲落啊？不理你了。